原标题：朝鲜战场上六支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，此将一来立马打了一场翻身仗。朝鲜战场上六十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。1951年5月的一天，川西军区司令员张祖亮经文噩耗，民事院军六十军在第五次战役中遭敌包围，损失惨重，全师7000余人，只突围出去300余人，这六支军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，甚至还有人提出要撤销180师的建制。而作为这支部队的老军长张祖亮知道，180师的是他在艰苦的年代从太岳军区带出来的老部队，攻太原、占秦岭、解放成都等战役有过许多骄人战绩。面对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，张祖亮的心情格外沉重。经几日沉思，他告别家人，决定重回六十军。1952年7月，张祖亮来到了朝鲜，在陈赓和第三兵团的司令员王进山的介绍下，把六十军失利时的战况和张祖亮描述所战役的经过。沉重的字眼坠的张祖亮心再滴血，眼眶也禁不住湿润了起来。要知道六十军是他一手带出来的，陈赓说现在好，你来了，六十军又可以重振昔日雄风。就连打仗素以疯子战将著称的王进山激动地说道，很高兴，希望你能回来。张祖亮一来，立马打了一场翻身仗。1953年6月10日，在山峦叠嶂的朝鲜东线战场上，一个平凡的日子，可是对六十军全体将士而言，却又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。此战打好，就可以重振六十军的荣誉，也可以为之前牺牲的战士报仇。这时军长张祖亮提出一项大胆惊人的决定，让几千人埋伏到敌军阵前，而与敌人都距离要不到200米，张祖亮这样才能大大提战役的胜利。在张祖亮的指挥下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潜伏战开始了。到十日凌晨，所有潜伏人员已在敌人阵地前潜伏完毕。这是漫长的一天，几千战士悄无声息地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，每个动作都小心翼翼，还得忍受山坡上的蚂蚁小虫的叮咬。人夜潜伏的战士们奇袭敌人，犹如神兵天降，一时间杀声震天，步枪射击声、手榴弹爆炸声响彻高地。仅仅用70分钟时间，敌人的密苏里防线被张祖亮指挥的六十军撕开了一个口子，随后该防线迅速崩溃，全歼韩军第5师27团大部和师属，创造了一战歼敌一个团大部的阵地战记录，总共歼敌7812名。六十军的胜利得到高度赞扬和嘉奖，也使上级和兄弟部队改变了对六十军的看法。六十军在张祖亮的率领下打出了军威，打出了国威，为后来的谈判增加筹码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